先看视频。这个垃圾桶我也是第一次见的，套上垃圾袋就会自动撑开，袋口是压进这个卡槽的，不会漏在外面，也不会滑进去，省去了用手反复撑开的麻烦。因为它是自动通风的，桶内可以保持干燥，不会发霉发臭。它也是自动开盖的，放在卫生间可以避免尴尬垃圾，不管是挥手还是弯膝盖都能开盖。买回来了，咱打开看看。垃圾桶挺大的，还送了四个电池，走，咱去试试。谁先把电池装上？吓我一跳啊，他一会儿自己就落下去了，咱用膝盖试一下。哎，这反应挺灵敏啊，这样就不用哈腰了。咱试一下他的感应高度，感应高度大约在这个位置。咱把垃圾袋套上试试。好，他确实自动吸附了啊，这个功能太方便了。原理是因为这里头有一个风扇。这个桶咱测完了，它容量挺大的，而且用起来很方便，可以推荐。抖音。